1月2号12点59分，半夜啊。没有错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已经是开学了。然后照理来说呢，这种时间呢，学生应该都是在睡觉了嘛？为什么我还没睡觉呢？因为我睡不着啊。我不懂为什么呢？我开始最近半夜已经睡不着觉了。昨天第一天开学，我3点才开始睡觉，然后5点半就起床了。所以呢，我看今天大概也是这样啦。所以呢，我也不想浪费这个时间，所以呢，我就来挑战都市传说了。OK，所以呢，就今天呢，我要挑战的传说呢，就是被诅咒的歌曲了。被诅咒的歌曲呢，相信你们看了很多 YouTuber 都拍的烂了吧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我就拿了两个被诅咒的歌曲，最恐怖的了，那就是多米诺体育跟卡农在 D 小调了。So，多米诺地狱，如果你们想知道来源的话，你们可以点击右上角 MyLoBing 那 video 来看，它有来介绍的由来。而那个卡农的话，相信你们都应该听过这首歌吧。没有错，就是结婚上的歌啊。可是呢，一开始呢，卡农被发明出来不是要给结婚上的歌啦，而是做出来是来纪念他的爱人啊，就是丧礼的歌啊。然后这个作者呢，一开始做出来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就听到这首歌，想要去自杀，巴拉巴拉等等之类那种事情啦。然后，那个就变成那时候发明的这首歌，在那国家的国王 ban 掉他了。然后呢，作者不甘情愿，就把它改成 D 大调了，D major 啦，就变成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啦。所以呢，我在 YouTube 上找了它的 D minor 的版本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听听啦。听完这个 D minor 过后，我们再来听多米诺地狱啦。没，所以呢，话不多说，赶快来听听歌吧。然后这是卡农 D 小调啦，5分钟之长的歌。然后呢，感觉有点像那种每次合唱团那种人指挥的那种，很怎样讲啊，很激烈的时候就咚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啊。这里听起来还蛮好听的啦，我觉得。这就是我们平常最熟悉的旋律了啦，那个拍。我不可能把整首歌给听完嘛，这样的话我的影片就会西北长。如果你们想听的话，我可以把它的影片的网址放在 description box 那边，你们按进去就可以听了啦。然后呢，大致上呢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东西了，反正我还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歌呢。What the fuck?
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听多米诺地狱啊。然后多米诺地狱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它好像有被分为两种类啦，一种是清唱，另外一种是有歌词版本啦，我不懂啦，巴拉巴拉。总之呢，我听我就随便选了一首大致上大家都听过的、大众都听过的那个版本啦。So 就来听一下这首歌啦。前奏还算 OK。接下来的那个图画很吓人。不行，这个我没办法接受的。总结来说，卡农低小调我是可以接受啊，我还可以把它当做一种普通音乐来听。可是这个多米诺地狱不行。So basically 这个就是今天的影片啦，对，就听了被诅咒的最勾力的两首歌，卡农我绝对可以给 A+， 可是多米诺地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了，希望 AM 把个喜欢并且分享让更多人知道。如果你是看到更多这影片就直接，如果你是看到更多这影片就直接，如果你是看到更多这影片就记得订阅我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不妨到我的 Facebook page 按个 like 来获取更多信息。如果你最终状态是靠破一些绯闻啊什么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去追踪我 follow 我。对了，就是 YouTube 出的小哥呢，就点开小铃铛，你按进去，我们破新影片都会第一时间收到。好了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